本节目由修护屏障滋润保湿的999修护身体乳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行业赞助播出。五谷营养好周到。在珲春的东方第一村即将举办珲春春季朋友王争霸赛。3、2、1。冲啊哥们儿。哎，不带推的。哎，下回你别来了啊。三个五炸了咋办？三个九出一个拍子算我赢，来吧。别别走，抓住他了。力哥快来。哎，你不是我谁要瞎拍你啊啥啊？站住，三哥咱俩联手。我抓你了啊。想灭我没那么容易。把嘴闭上啊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重要的环节，公布最终结果了。下季必别让我来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马虎一句，最后一把牌输。走啊，这裤子有点瘦似的，是勒的他有点。呼，去哪里啊？啊，这是，这又有说法了呗，随便上呗，还是自己上自己的呗。哎，你手机今天上午需要交给我。交呗。哎，这还得交手机。嘿，哎呀，也不说啥事儿，就给整上车，还不让拿手机。这节目组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肯定是给我们拉到都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让我们联系不上，然后想办法集合在一起。傻子都能猜出来，何况我也是傻子。我猜一下我这边啊。你整是不是他在大伙精神兜一圈再回酒店呢？让我们分开呀、啊，就是每人可能是拿那个任务卡，要不就是想办法怎么能让我们几个人可能找谁。那咱们带上吧。啥呀？我们要带去个特殊的地方。现在就带啊？对。那我就睡着了。嗯，行，到了我叫你。我整野地里面呀？这啥呀？感觉是就是个坑呢。往哪走啊？这前面有东西吗？这么大风呢，其他人也这么蒙的啊、哦？就走就没事了呗。哎，我闻着香味儿啊，好像是饭店啊。李叔，叔，咱到站了。哎呀，我这真是，我下一步就摔倒啊！3、2、1，啥意思啊？今天呢是这样子，前八期呢大家玩了一些推理的游戏，觉得大家只是号称有推理的能力，其实推理的能力一般。号称，你们节目组。我真服了，为啥老说号称这俩字儿？然后最后一期呢，我们会有一个推理测试。然后我现在这儿呢有两个信封，可以随便抽一个。哎，就上边这个吗？哎呀妈呀，喊出来喊出来喊的，赶紧滚你个的！哎，珲春，俄文我上哪认识去？
他不可能就明目张胆的写这个俄文线索，那大家都会选择中文线索呀。我选择这个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不能选中文，不能那么简单，选这个。打可以打开吗？可以。哎呀，你确定这是俄文吗？这个线索呢，它指向我们珲春市的一个地点，你需要推理出在哪儿，然后在30分钟内自行前往。哎，这不就是吗？这不就是这儿吗？我还30分钟，这不就是吗？不是这儿。这是这儿，这不一样的吗？我可以问别人吗？